整个脸盆来提供给我们嘉宾做试吃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嘉宾啊，千万不要跟老板客气哈，千万不要跟老板客气。哦，那个试吃的啊，就尽量的吃哦。如果好吃有喜欢想购买的嘉宾啊，我们来动作稍微快一点哦，因为我们待会呢来到这个位置，我们。